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idi， 我静静鸡去了两日曼谷快闪回来了，很多朋友都想知道我买了什么东西，来个极速购物乐啊！如果你有兴趣就不要错过，我们现在即刻开始。今次真的不多，所有衫裤鞋袜一个纸袋摆晒的了。跟住之后呢，这一间叫做 Daddy and Muscle Academy， 我买了一个袋啦，再加上一顶帽的。这一顶 cap 帽是450匹，其实现在在泰国买东西的物价呢比我想象中是贵的，因为都接近100元的，但是呢我就觉得个颜色挺特别啦，还有戴出来的型呢是挺漂亮的，块面呢是会望落去小一点的，所以呢我就觉得它都不算贵的，是一顶 cap 帽来讲，但是以我想象中泰国买东西呢是可以再便宜一点的。跟着呢另外就有一个袋呢，非常之现在的 trend 啦，很 Y2K 啦，很蝴蝶结啦，超漂亮啦，它是紫色啦，很轻飘飘的那种尼龙质地来的，两边都是布满着米白色的蝴蝶结啊，咁跟住打开出嚟咧，里边有一个细嘅间隔嘅，佢冇咗价钱牌啊，但系如果我记得嘅话咧，应该都要100-200蚊港纸噶，咁都 OK 啦，因为有个层袋喺度咧，就觉得佢个 quality 系唔错嘅。然后大家熟悉嘅 Gentle Woman， 我都买咗一个袋嘅，佢嘅价钱系1290匹，系尼龙嘅，又系轻飘飘嘅质地，应该今年比较兴系嘛？它咧系冇拉链嘅，就咁一个 part 钮。哦，我仲谂住话佢咁贵都冇层袋，都算有一个啦。咁跟住就冇任何间隔噶啦。呢一个系好大个，可以装水樽啊、装遮啊。咁跟住咧，佢系有一条绳可以上膊孭嘅，但系就校唔到任何嘅长度啦。最吸引我咧，就系佢索咗之后系变咗饺子袋，个型系靓劲多噶。咁所以冲住呢一个位咧，我就买咗佢啦。佢前面系大 logo 啦，后面有一个细嘅 logo。咁所以两边孭咧，我都觉得系几靓嘅。咁但系呢一个价钱咧，又系啦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去泰国嘅消费咧，我都觉得系比较贵噶，成300蚊买一个袋喎。咁跟住咧，我都买多咗一件 T 恤嘅，但系就着咗啦，跟住洗咗咧，系拎唔到过嚟啊！我喺曼谷嘅时候着完咧，成身汗啦，觉得好臭，咁所以忍唔住就洗咗啦，我再补翻张图喺度啦。另外衫咧，我仲买咗一间叫做 Matchbox 啊。220匹，一个短版的熊仔 T 恤。我发现泰国咧，而家系好多短版的 T 恤啦。呢一件叫长噶啦，有好多系短到真系啱啱胸口对落咧。依依唔系呢个 Y2K 嘅年纪啊 ，Y2K 嘅时候我已经系读紧中学噶啦。咁然后另一件咧都系熊仔嘅，咁就贵少少，369匹，都几得意嘅。咁所以就輕輕買咗兩件啦，再加埋買多咗一件咧，係俾金生嘅呢件就喺夜市嗰度買，冇記錯都係250匹左右啦。上面寫住 Just Do It Tomorrow， 非常之啱金生嘅生活態度啊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就到兩對鞋啦。第一對個牌子叫做 Milana， 佢係咁樣手織嘅，我覺得個手工非常之靚啦。呢一對係要699匹嘅，用手袋腳望下個效果，佢係好修長啦。咁跟住嗰啲結咧做得好精美噶，好結實嘅，然後個底唔會硬噶，係唔會吉肉嗰种嚟噶，放心，全新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当时试都觉得佢着出嚟系好舒服啦。咁然后另一个牌子咧就叫做呢一个 V Prada， 应该有朋友可能见过嘅，因为喺夜市嗰度咧都几多人噶。然后我买咗呢一款咧就唔系全手织嘅绳啦，咁佢系会有啲麻绳啦，再加埋一块布嘅，佢都话系 handmade 嘅。咁跟住个底咧，我觉得两款咧系非常之相似噶。着落去嘅感觉啦，摸上去啦，同埋望落去咧，都系几乎一模一样噶啦。咁但系咧，因为呢一间我系喺佢哋个铺头见到佢哋即刻整嘅，咁所以咧佢个 handmade 嘅成分都好高噶。咁着落去咧，一样系用只手去试下。
咁佢嗰啲嘅麻绳咧，真系的确粗糙少少，就会系咁样嘅两个唔同风格，然后上面块布咧好有民族嘅色彩啊，我就觉得两个唔同嘅 style 咧，就想试下究竟着落去有冇分别啦。咁跟住咧啊，仲有一个头饰啊。呢一个大家可能喺 IG 嘅 Reels 或者系 Story 咧，已经见到我即场系戴咗噶啦，戴咗之后即刻去旅行嘅感觉出晒嚟啊！跟住之后系超级市场碧丝主攻发模，总共系12包啊！呢一个包装又系超级受欢迎，我谂所有朋友去泰国咧一定会买噶啦。上年喺布吉咧我都有揾噶，但系完全唔见踪影。今次喺 Bangkok 咧周围都有嘅，喺碧丝有啦，喺七仔有啦，总之咧系12蚊泰币嘅一包，咁呢一包咧可以用到两三次噶，记住个样啦。咁我觉得咧喺上年布吉买过橙色嘅包装啦，另一个牌子咧系比较滑啲嘅，呢一个咧佢都滑。但係佢嗰個修護頭髮嘅程度咧係會好啲㗎，你 feel 到佢唔係假嘅滑，而係真正係修護咗個髮質嘅感覺咧。咁樣嘅價錢我真係覺得冇得輸嘅。除咗呢一個大家都會買咧，佢其實仲有一個係加強版嘅，係咁樣橙色藍色嘅，呢一個我就未用啦，遲啲同大家去分享有咩分別啦。仲有呢一款髮膜喺 YouTube 見到有人推介，我又買翻嚟試下。咁跟住咧亦都係買咗一啲嘅涼。咁衛生巾啊，因為上次喺台灣買咧，有朋友話俾我知泰國又平啲啦，又好用啲啦。當然仲要試埋呢一個涼感褲嘅版本啦。跟住下一個係我用咗好多好多年，又平又好用嘅蚊膏，大家可以 cap 圖啊，俾蚊咬之後，只要搽咗佢，大約3到5秒，你會唔記得自己俾蚊咬過嘅，萬試萬靈啦。佢有好多唔同嘅 size 嘅，最細嗰個咧好難開，所以我點樣都係買呢一個 size 噶啦。大啲咧又要好耐先用曬，我覺得佢係啱啱好噶，完全唔貴嘅。咁你會喺碧絲嘅一啲 pharmacy 嘅地方咧就會揾到佢噶啦。然後咧我亦都係買多咗兩排呢一種，我唔知叫唔叫藥啊，係你腸胃不適啦，個胃氣漲嘅時候咧可以食嘅。我見20匹即係5蚊左右一排咧，係有10粒，好抵啊！咁有橙味啦，有檸檬味咧，都幾得意嘅。咁就試下咯，去到嘢食。有兩包麵都是撈麵嚟嘅，呢一個花甲撈麵係喺 YouTube 見到有人介紹咧，我就買嚟試下啦。一 pack 有10包，佢係比較偏向細包，似媽媽麵嘅嗰種啦。然後另一個就會係辛辣麵同埋姐費嘅 crossover。咁當然啦，喺 Bangkok 嗰度，如果要食姐費咧，係要6點幾去排隊嘅，跟住要可能9點啊10點先食到咧，我就冇辦法去試啦。咁有呢一個 crossover 咧，咁就試下啦。仲買咗呢一個 Blue Elephants 嘅沙爹醬，我見裡面係有埋竹籤噶。可以直接整串燒都幾得意。零食方面，細細包榴蓮牛奶片喺碧絲買嘅，然後芒果嘅軟糖咧就喺賣芒果糯米飯嘅地方，因為我好中意食嗰間，就覺得啊呢一個有機會好濃味啦，雖然有啲貴咧，我都照買啦。咁然後呢一包咧。佢已經碎曬啦，佢個名叫做 Saku Saku 啊，係一個而家代購比較火熱嘅產品嚟嘅。咁跟住我朋友就話：，哇，咁多代購買到呢一個價錢，不如我哋又買翻去試下食啦。咁點知咧？就碎曬啦！佢係有桶裝噶，大家千祈要買桶裝啦。佢係類似蝦片，但係咧就係魚片嚟嘅，好香口啦，跟住唔會油啦，然後幾好食噶。大家如果咧係去開 Bangkok 嘅話，都可以試下。去到最後美妝類，反而係買得非常之少，冇心水，冇意欲啊！買得最多就係面膜啦，呢一度12塊，全部係同一個牌子、同一個系列，跟住咧都係10倍。因为上网睇大家都系话性价比好高啦，好好用啦，咁我就见到唔同功效，保湿啊、抗衰老啊、弹性啊，所有嘢咧我都买齐晒啦，谂住一次过试晒，咁我下次去泰国嘅时候咧就知道应唔应该补货啊嘛。咁然后另一个好大热嘅咧就系呢一支防晒啦，佢个牌子叫做 Miss Tin 啊，咁就话个质地好好啦，跟住防晒嘅功效做得非常之好咧，我就好想试下啦。呢一個都記得要300幾匹，大約係80蚊港紙左右啦。然後咧。
就会有 For You Two 嘅两支眼线笔，一个啡色，一个闪闪粉红色，劲靓啦。然后有两款唇膏嘅，这个 Orange Tint 咧系啱啱新出，同埋减价99匹20多元咧，我就买嚟试下啦。咁另外仲有个 Jelly Tint 咧，我冇记错系159、149匹左右啦。咁我试过个颜色咧，同埋个质地系咁多款里边我比较中意嘅。咁跟住咧，亦都仲有呢一个系 Serum Tint Oil。咁我就觉得佢有少少似 Rare Beauty 嗰只，咁但系要试真啲，都系大约169匹、159匹左右噶啦。咁就冇啦，我淨係買咗呢一啲嘅美妝產品，係咪好忍手啊？咁所以咧，我覺得自己今次真係買得唔多噶。雖然呢一條片咧，好似拍下拍下都幾長嘅，咁但係咧就係、是、我兩日去曼谷快閃嘅所有戰利品噶啦。咁希望大家會中意睇啦，當一個參考，究竟最近最新喺泰國可能會見到啲乜嘢，買齊生活用品、衫褲鞋襪、嘢食、美妝咁多樣嘢。如果中意嘅話，記得。俾个 like 我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